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玩 Demo。 在上一集我们打了两首魔王曲，今天因为已经没有歌可以玩了，所以只好开科技包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的科技哦，我以后想养一只小科技，上面有那个猫咪。我们在右边的房间，不知道是面具小姐还是 Demo 的房间，有看到这一只小猫咪，不过感觉起来看起来应该是玩偶而已。氪金了，我知道，我今天已经败了多少了？26，好多钱哦！今天已经败了360块了。看到它填满颜色的感觉，好幸福哦！一种收集的欲望。我看到小 Demo 在左边，这是第三包了。前面我们已经有买过，好可爱哦！小氪金的梦。Little Corgi Stream， 超可爱的，值了，值了，好吗 ？Level 8，这一包有，没意外应该是5首吧，5首歌。那我们从科技的梦开始，科技屁屁，好想揉，好想埋进去哦。今天就从科技开始吧，对啊，有种爵士的感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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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哪，好可爱啊！不行了，怎么那么可爱？你们绝对想象不到，我现在一个人在手机前面，一直身体跟着他一起抖动。我以后要教我的科技唱这首歌。好像会在迪士尼听到的歌哦。想象一个人拿着拐杖，然后在那边跳这种舞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噔噔噔！科技的小屁屁，扭扭你的小屁屁，好可爱哦！我现在 level 8已经能够 full combo 了。等一下，我的进步的速度未免太指数了吧？现在 level 8已经能够 full combo 了，那我是不是再玩9100.5就 level 9也可以 full combo 了？扭扭科技小屁屁。科技之力，真的，这首听多少次都不会腻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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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哦！120块，值了。啊，突然没有那么可爱了。啊，要是刚刚都可以像每一首这么可爱的话就好了。这首叫做《Morning Drops》，有点像是晨露的感觉，有点像是你在早晨的时候叶片上面凝下来的那颗水珠子 ，Morning Drops， 一样是 Level 8，好听，我喜欢。可是这时候就没有科技之力，而且那个泡泡过去的时候有穿着白西装，好帅哦 ，Demo。
我已经爱上这首歌了。这钢琴，这首好棒哦，好赞的歌哦！我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？好喜欢这首歌哦！天哪 ，QQ， 不知道 Demo 有没有实体的 CD 耶？科技之力的加持，这一包不会是全部 FC 包吧？你看，我们已经征服了两首 LV 8了，再来是 LV 7 LV 9，又是面具小姐，藏在别人的包里面，我以为你只有主线才会出来耶。这种面具小姐都超狂的。这好可爱哦，台北有一件21块钱，面具小姐在后面偷笑 FC 想得美的 FC 有人说 Demo 在雷亚的实体店面有贩售实体的 CD， 糟糕，其实我是雷亚请来的，对不对？帮他们打广告，请问一下雷亚，可以帮我解锁所有的包吗？我可以讲一次解锁一包吗？工商一下可不可以？这包是自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一包。
Type-C 什么时候断了？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什么？又长高了一点点，在黄色那，真的吗？又是你黄色？怎么又是黄色？完全没发现欸，我一直以为表现能很好的说。好，没关系， FC 什么不重要，九十级看起来很爽就好了。哦，不行，再听一下这首，补充一下 FC 原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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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。怎么感觉一首比一首还沉重啊？ The truth that you live， 你离开的真相。这首是 LV6 的，小柯基，小柯基，我们需要小柯基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行不行，再噔噔噔了，要收敛心情。等一下，可是面具小姐。我听过这首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无名？什么无名？无名小站有听过吗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啊。怎么一抬头起来，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无名小站，什么东西了？我就跟你讲，这一包有可能全部都 FC 吧。如果没有面具小姐的话，啊！你看这一包看起来好爽哦，98。九十八、九十七、九十八，只好最后一首也打98啦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啊，有人说这首叫做《Piano Boy》，他的作者，这是作者。然后他是在高志豪，好像是之前在无名小站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听过，可是我忘记在哪里听过了。我有听过这首歌，就是一个没有印象。无名很久很久以前的有名的歌啊，无名小站以前很久以前的歌吗？就是有人会放在他们的无名小站里面。好了，该是跟面具小姐决战的时候了，只好也打98%啦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决战了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要跳 5.5 吗？来不及了，就这样子吧。
定80%。行，我帮自己打一个满分好吗？都断在黄色接一个黑色，都要手来不及拿起来，粘在那个黄色上面哦。果然是魔王曲啊，好好听哦。这就是这一包，我们来复习一下，这是自始至今 Demo 我最喜欢的一包，里面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，最喜欢的歌呢还是这首了。哒哒噔，科技屁屁扭一扭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首超嗨的，我超爱这首歌，不行啊，以后就只能当我们的 BGM 了。好可爱哦，好想养一只柯基哦。然后我们都打90几，就最后一首打81。诶，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有一个梯子啊，有新的路可以走哎。这里是哪里？可以出去啊。花瓶里面好像有一个小盒子，是一张琴谱。Legacy。我们上来了，出不去的样子。不会点一点就50公尺了吧？如果一个10公尺的话，我们就要天元突破嘞。好，没有。幸好我还想再玩久一点，幸好没有天元突破。